叫 uncle 啦，叫 uncle， 叫这个叫阿伯就好了。来，是阿伯对吧？你好，来到里面。好了，那个刘委员先交给你啊。啊，你不进去打个招呼再走啊。哇，你俩是点烟油吗？你俩啊？邀请狮子会准创会长，我们的曹会长，沙鹿中正狮子会创立于1977年，至今已经40周年。本会目前有会员人数152人，在300新都区是一个优质的分会。很荣幸能够来辅导连江县妈祖狮子会的成立，期望未来两会能够在服务人群共同努力。谢谢各位，谢谢。国际狮子会大会，时间民国106年3月7号星期二下午6点，地点神农居婚宴会馆。主席沙鹿中正狮子会会长严宽恒师友施以吕素梅师友典礼开始。2017年度连江县妈祖狮子会成立大会，会议开始。请所有的准师友及贵宾起立，面向国旗及会旗师友。监事王连清师友。接下来各位介绍是我们的准师友哈，张志华准师友。实在是非常的不简单，那也要非常感谢这个所有在我们台湾妈祖两地之间在奔走的我们所有的有功人士，包括我们的陈雪生委员，我们的刘声音县长，我们的张永江议长，以及我们的准创会长曹彪副议长哦。那我想我们做到了，我们能够成立这个分会，能够顺利成立。那在我们狮子会最重要的宗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的荣誉创会长及所有资深师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事业成功。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非常有意义啊，做妈祖又支持啊！我在立法院都跟随他，他叫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绝对不会有，绝对不迟疑哈。我把马达公公的弟啊，拿那个门铃那边留好了。那好，接着呢，我们请我们的刘声音刘县长，他也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荣誉创会长，我们请他为我们支持。要非常感谢西都居狮子会在严会长的领导下给我们马祖居狮子会的支持辅助跟指导啊，让马祖居狮子会能够顺利的成立。也非常的感谢严委员啊，在立法院对于马祖各项的建设啊给我们支持，给我们协助。其次啊，要非常恭喜我们的创会长曹一彪议员，也非常敬佩啊曹议员的热心努力啊，能够结合这么多热情的乡亲啊，以服务主义的一个世界性的导师。那我们马祖能够共襄盛举成立这样的狮子会，我们是全力的支持，马祖成为一个健康幸福的岛屿。但是我也相信啊，政府一直在努力，但是政府一定是有做不够、做不足的地方，
需要靠民间的力量跟政府来互相相辅相成，能够给乡亲更多的服务，更多的让马祖打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我非常的高兴啊，就是曹玉高议员还有这么多热情的乡亲能够自愿参与这样的一个组织。我相信未来跟我们县政府配合一起来打造，让马祖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康、更幸福、更友善、更祥和的社会啊。马祖啊，在很多这个狮子会来讲的话，它宗旨也是服务于社会哈。最近这几年在县长领导之下，马祖的曝光率很高，所以他们所做的宗旨啊，都是希望服务于社会。我想马祖是一个很健康、很幸福的岛屿，也希望借狮子会哈这方面帮我们做宣传哈。未来马祖跟台湾之间的连接起来，这对马祖来讲是非常好哈。在这边我们代表马祖以及我们议会啊，欢迎所有的师兄师姐来马祖啊。希望以后更常来，马祖这个地方是非常漂亮的，欢迎大家，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谢谢。